那你去年那个小牙就这一台都拍了个视频了。你告诉你那个小叫牙什么？啊？你是接待那个客户的那个？那个女的是吧？啊，那女的是吧？对啊，杨小丽哈。嗯。这个还好看一点。嗯，咱们比较大一点。不是均匀一点。啊，均匀。这边不会死掉了。